大家好，我是大树啊。最近呢，一北京人火了啊，对地铁厢里的一老外吐口水，哎，搞义和团的反洋运动啊，结果被老外暴击啊，车厢无一国人出来制止，或者说帮着这北京人反击老外啊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大家不护犊子。这粉红色的衬衫太应景了，是吧？大哥，瞧个，这个魔粉呢，他发表的是恐怖言论啊，他要把老外送西天去。中国人里头有外国人知道吗？这魔粉呢，就是在发扬这个红鬼子的骑士精神啊，然后呢，他就朝着人老外吐口水，搞生物战啊，这种犹如我军士气的行为啊，这货都做得出来啊，真的是太丢人了。这里呢，老外回敬了句啊，我也送你去见马克思啊。但是这次呢，魔粉就朝着人脸吐口水啊，所以老外呢随后就拿书扇他的嘴巴啊。这魔粉呢瞬间暴怒啊，一个左耳扇啊打空了哈、啊。随后呢，老外啊就给了他几个暴击啊，打的这个魔粉啊是鼻子见红啊。K.O. 然后呢，这个魔粉就回了一句，你给我记得。这句话呢，是我们国人啊打架时经常常用的一句话。通常呢，处于被打状态啊，而怀恨在心的时候啊，就会告诉对方，你给我记得啊。这样做呢，既不丢脸，能给自己找回点面子，还能意淫报仇雪恨啊。然后这个老外呢，就对着旁边的人说了句啊，对不起。这个老外人的素质还是有的，是吧？就是告诉各位啊，对不起，刚才打扰了大家乘车的体验啊，有失礼了，对不起。这个老外的回敬呢，真的不是说他怕中国人啊，而是他真的觉得失礼了啊。然后后来呢，车一停啊，老外一下就给他推了出去啊，慢走不送。哎呀，那很多看了这个视频的国人呢，都不敢帮着这个北京的魔粉说话啊，就连车厢里的国人也不上去帮忙拉架啊，因为。第一，这北京的魔粉呢是个酒鬼啊，无理在先，所以呢大家不愿意帮啊。第二个就是这红色仇恨值拉得太低了，无法激发红色的暴怒情绪啊。而且你说这个酒鬼压的真是真没道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不讲理啊。所以呢大家就只能看着这北京的魔粉哎被揍啊，就真的是活该啊。刚才呢这粉红呢我记得还叫嚣啊，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啊，你老外如何如何，结果怎样，不惯你臭毛病是吧？你看连伸手劝架的都没有，咱们还说什么呀？我跟大家讲啊，这北京脑残被打了啊，他也不会去报警，也不敢去报警啊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这个叫做国情。随即呢，我就想看一下啊，那这个事情到底国人是怎么看待的？结果不看不好，一看吓一跳，魔粉同党还真不少。这个说。为什么不拘留这个老外啊？老外还手算互殴了啊，还手就是互殴啊，只对国人有效吗？这话听上去特别别扭啊，怎么感觉好像是在批评魔警双标呢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咱不算啊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这个哥们说，反正呢我觉得如果是遇到这种酒蒙子啊，也就是避开。这老外也是够暴脾气的啊，不管是谁先动手了肯定是要受管理的，这个才是道德大师啊。下次呢咱往他脸上吐口水啊，看看他能不能不暴脾气。这个魔粉说啊，你家孩子喝醉酒了就该洋鬼子随便打吗？怎么样，够魔性吧啊，把干架的起因给忽略了啊，这是魔粉经常干的事儿啊。这个人更扯啊，这个人说是外国人霸占别人的位置啊，所以才开始引发的这种对骂，是外国人不对，牛啊，直接转化性质啊。这个更搞笑啊，这个说为什么八国联军只有18000人打得中国如无人之地啊？这就是最好的解释。是的，为什么18000人就把你吓尿了啊？打得落花流水啊？就是因为当时有群人自称是刀枪不入啊，见个洋人就要送人家上西天啊，
人家真打过来时啊就孬了啊。然后呢，红鬼子啊，百年之后总结经验，落后就要挨打。大家想一想啊，这段历史最 bug 的地方就在于红鬼子从无到有的过程中，相比任何西方国家，他都是极具落后的状态。而且人美国退还你庚子赔款，还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来人家的土地上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科技，是吧？人家呢还看中了你的市场，把人家的工业啊建立在你的土地上，不管是不是基于利益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啊，反正呢是把你扶植起来了。就是整个的过程中，我看到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欺负你啊，也没有打你，是不是？而且在你最落后的时候，一步步助你走上人生巅峰。结果红鬼子起来了，中国人倒霉了，香港人悲剧了，台湾人也快被搞疯了，搞到全世界都是中邪的状态，看着就是生气啊。这里呢，我也必须要批评一下老外，你真的以为魔粉喜欢你老外脸吗？是吧？很多魔粉深藏不露啊，表面上夸你蓝眼睛金头发，背地里都不知道给你下了多少个降头啊，穿了多少这个小鞋给你了啊，还去中国浪啊。那总的来说呢，这个视频啊，它也是有正面意义的啊。毕竟呢，我们也看清了这个魔粉的这个状态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，我特别不爱叫粉红啊，我感觉不太好，叫不醒他不说吧，你反而还刺激到他啊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就发现啊，就得用这类词来形容他，因为太丢人、太可耻、太恶心了啊。我觉得但凡是看到粉红这两个字啊就怼别人的人，他一定就是粉红，就是魔粉啊。因为你既没有提他名道他姓提他奶奶戴眼镜，然后他一听到这个词他就变态了，这不就是粉红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红社会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戾气啊，各种红色的毒思维一旦充满仇恨值，他就会变成战斗型魔粉啊，这就是有病中邪啊。好了，我是大树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，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